华的故事拉到现场，更将这段的演出呈现于现场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啊！南部我们首场户外高空绸缎的演出，大鹏金翅首要水门，我们起伏再现。来，请大家把你们视觉了，来哦，哇，抬高望一下。左手握大地，右手握着天。这个是我们的南部哈，我们的首场户外高空绸缎的演出，也是第一次在我们的会场当中来做呈现。匆匆地换成了年。三千世如梭破茧，左手捻着花，右手舞着剑。眉间落下了一万年的雪，一泪啊，那是我。
哇，非常精彩的演出，大鹏金翅首要水门。